例三，一道三星级的小题，看看在圆上会发生什么跟抽屉有关的事儿呢？哎，想想看，其实蛮无聊的。2005年第10届华杯赛团体决赛口试题，哇塞，原来是口算的题目，又有点来神了，是吧？圆上的100个点将该圆分成100段等弧。什么叫等弧呢？弧长都是相等的。这时候我画一个圆出来，这段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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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段的长度都一样，那总共圆上有100个点。OK， 现在要说了，随意将其中的一些点染成红色，要保证至少有4个红点，是一个正方形的4个顶点。哦，这句话说的好曼妙啊！保证这个词儿又出现了，但保证的内容我看不太懂。保证至少有4个红点，是一个正方形的顶点，不是圆吗？哪来的正方形？大家想想看，以这个点为顶点，有没有一个正方形出现呢？你可以构造。哎，构造的时候你会发现，那，哎呦，这个图画的有点崩溃，是吧？好，大家想想，这是一个正方形，抽象的嘛 ？OK。如果这是一个正方形，那说明这段弧到这段弧到这段弧到这段弧，这4段弧的距离是不是应该完全相等的？没错吧？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，以它为顶点，以它为顶点，它为顶点，它为顶点，能构成一个正方形。那只有这一种构成方法吗？我会发现4个点一组，它们冥冥之中早就被固定下来，形成了一个正方形。但这样的正方形绝不只有一个。总共有几个点呢？有100个点，而且这100个点都是等距分布的，每一个点都有它冥冥之中配合的另外3个点，在某些位置等距的等着它，对吧？所以100个点除以4，总共能构出来多少个类似的正方形呢 ？OK， 我说的类似是抽象的，不是我这个太诡异的。那总共有25个标准的正方形。正好他们的顶点涵盖了这100个顶点，能明白吧？现在我说这25个正方形，他说要想保证至少有4个红点是其中某个正方形4个顶点，4个顶点全包括，问你至少要染红多少个点？同学们想想，如果和小猪那道题类似，不保证，我就是随便染，至少染多少个点，正好有一个正方形的4个顶点能被我染出来呢？那我不就染4个点？是不是碰巧了就得了，对吧？但是这样的方法投机取巧，味道太重，明显做不了保证。保证就得先克服最不利的情况。最不利是什么呢？我每个正方形在这儿是不是都要被染上一些点？最多被染几个还达不到目标呢？最多被染3个点，对吧？每个正方形被染3个点是最郁闷的情况。就像小猪，每头小猪吃4个包子是我最郁闷的，吃了又多，又没有达成目的。那每个正方形都染了3个，3个乘以总共的正方形个数是几呢？25个正方形，答案等于75个点。但是我说染了75个点，我达到的是一种什么境界？是一种最不利、最崩溃、最郁闷的境界，对吧？因为有可能每个正方形都被我染3点，但是唯独没有一个正方形会出现4个点全染。那这时候就好办了。只要在最不利的情况上加一，不就可以保证了吗？最不利加一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75加1等于76个点，就是这道题的标准答案，用的还是咱们的最不利原则。你明白了吗？ So easy， 是吧？好，来看看例四。某次选拔考试，总共有1123名同学参加。小强说，小强爬的那个不对啊，某同学。至少有10名同学来自一个学校 ，OK。那如果他的说法是正确的，那么最多有多少个学校参加了这次考试？同学们想想看，这时候如果我去掉的条件，你好不好说？至少有10名同学来自同一个学校，那么有多少个学校？你随便说。同学们肯定会说，那有一个学校行不行？当然行了。1123名同学全来自一个学校。那至少有10个同学来自这个学校，这不是简直是那大白话吗？没有用，对吧？肯定正确。这儿问你的是最多有多少个学校，同学们这时候就开始动动脑筋了。要想让学校的数量尽量的多，那么平均下来学生的数量就得怎么样？首先，学生的数量是不是最平均的原则，最不利的原则，平均分配啊。
其次，每个学校都分配几名学生呢？是他说的十名学生吗？ OK， 那仔细想想看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每个学校假设都分配十名学生，123除以10，商是112，余数是3，这是很多同学钟爱的一个答案，说总共112所学校，每个学校来十个人。那我还是那句话，得细节者得天下。最后的三你怎么解释？这三名同学无论分配到哪个学校，那名学校都会出来11个人，说明咱们能做出来的保证应该是11个，现在要保证10个，说明最不利的情况每个学校应该是几个呢？你想想，做出保证是最不利加一，那做出保最不利的情况就应该做保证减一，对不对？那应该是每个学校都有10减1等于9名同学，这是最平均最不利的情况出现了。这回我算一算，1123除以9，商是124，余数是7。 OK， 那我还是发现了一个真理，就是这回有124个学校，每个学校都出9个人，那为什么能保证10个人呢？因为结尾还有一个7人，这7人即使你平均分配，随便分配到哪个学校，那个学校至少也会出10个人。题目上的保证是不是可以正确的实现？那说明咱们是反用了一回最不利的原则，保证最不利加一，最不利就应该是保证减一，每名学校平均出9人，那有7个学校可能会例外，他们会出10个人。听明白了吗？ OK，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124个学校，正用反用，同学们脑子里一定得弄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